那些壁画、石刻、书本、文卷上的文字，真是令人着迷。从古时候起，人们就书写下一个个文字，来记录当时发生的一切。经年累月，这些文字汇成了一条璀璨的历史长河。我曾希望与河水一起向前奔涌，为此我屏住呼吸，只为彻底地潜入河流之中。但最终除了呼吸困难，我好像一无所获。那可不行，我必须要浮出来，拼尽全力向上游。终于我离开河流，得以喘息。而岸上，一本书在我眼前缓缓翻开，露出空白的几页，就好像它正等待着我来书写。在他的陪伴下，我游遍萨尔贡，寻找那些隐藏在丛林、沙漠与湖泊中的遗迹，并一一记述在了书上。无数个日夜过去，终于我将它翻至最后一页。在那里，有条道路延伸向一颗无瑕的宝石，它的光芒正如无数次我梦中希冀的那样耀眼。欣喜过后，我回看自己来时的路，有一小只文字化作的溪流正汇入长河，那是我写下的文字呀。